跳球，比赛开始。啊，这小丁也不错。这手是没碰，腿的外套得脱，都得脱啊。直接接球就投正面，卞宇航终于在正面找到了投篮手感。那里边就是形同虚设，你看卞宇航这绕过来，林志杰换，但是林志杰这个是从里边想出，和陶小林内线组合，这球传的有点偏，卞宇航自己打，这边还是非常稳。卞宇航兜了一圈到正面接到球。单打三分命中，这个人能力啊上。我们先看卞宇航刚才这次单打，对，这个从这里边穿就没太好机会，因为这个位置太广厦队的领先已经上了两位数了。卞宇航必须回来。这得累死卞宇航，这是一个人啊。对，还有，真稳，卞宇航，球没进。哎呦，好球！顶着两个人的防守，艰难打成两分。卞宇航，这是山东队下半场得的四分，一个是张真君在这边的低位吃赵元昊，一次是卞宇航去吃赵元昊。一场有16次走成罚球线的机会，第二场有5次，今天5罚1中啊，自己再抢一个，要一两分啊，这么计算的还挺划算的。就是单打就能打成，又进去了。是换丁宇航的吧？来到第4节啊。双方的外援选择，广厦还是用福德森，而山东队这边呢，用莫泰，卞宇航的三分命中。莫泰，索斯斯鲁杜出机会，王若恒命中三分。啊，孙明辉。抛投不中，最终的比分，全场比分90-98，山东队再回到济南的第一个主场，带着1-1抢下对手主场优势的大比分，回到家门口之后呢，又被对手重新抢回了主场优势，